大雍，天下最为强盛的国度。不同文化和种族的人们聚集于此，于是便有了四方馆，一个管理和接待来自周边各国臣民的特设机构。进了这长乐城，下马落地就能掀盖。你们四方馆都什么人啊？我叫袁墨，是四方馆的顾问。这是阿树，是四方馆编外人员。王坤吾乃四方馆舍人。这一位四方馆铁娘子尉迟华，我们亲如一家。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袁墨，查一下各国商人的功业。干不了。去不去？我松开，松开，来，好。能不能和睦一点？一家人嘛。接着来，来继续来，来来来，弄死我，来来，继续继续。刀剑出鞘，要不要一起啊？好，这就是我和四方馆的故事。